七骑士是一款回合制战斗的英雄养成式 RPG 手游，游戏主打丰富的冒险剧情。在亚斯特大陆上，有七个人被破坏之神选中并给予力量，被人名称为七骑士。七位骑士的力量都很强大，互不相让，引发冲突。玩家可以遇到这七位骑士，了解各自的背景故事。战斗采用横向摆阵设计，操作上也很简单。每位英雄都有两种技能，技能键都整合在画面的右下角。不同的是，七骑士不需要集满能量就可以使用技能，使用完要等到技能 CD 结束才能再使用技能。有需要我的地方吗？GC 游戏频道，燃烧你的游戏魂 ，Battle！